这里的服务员，给您送茶水。你怎么来了，小蝶？跟我走吧，这是唯一救走你的机会了。我现在不能走，你快出去！你想干嘛？ 忘了我们的约定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约定？需要你拿命当筹码。二少爷，相信我。沈家二少爷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不想死的话，赶紧滚。走，快走。 这就是你的逢场作戏。今天，我们聚集于此。 聂真先生和沈清夏小姐的神圣婚礼，这是个光荣的时刻，因此，它不是鲁莽而又欠缺考虑的，而是虔诚而又严肃的。现在，请聂真先生向宾客致辞，并向有缘人。 抛出捧花。抱歉，诸位来宾，我聂真做事从来都不守规矩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小蝶没能保住沈家的脸面。在西方世界里，捧花是新人的赠礼，代表着将美好也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而我聂真特别自私，我不想把我和沈清夏小姐命中注定的缘分稀释掉。 所以，我发誓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我都愿意娶你为妻。沈清夏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沈清夏小姐，聂真发誓，此生再不抛下彼此，两人对此均无异议。这就是我的逢场作戏。夫人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
只要你乖一点，我就可以给你自由。你有什么目的？你不也有自己的目的吗？我要你帮我除掉一个人，洗一切干净，查出害你的人。我并不是沈家大小姐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丫鬟。我开始对你感兴趣了。这件事情背后一定另有缘由，不顾一切，但是仍然明智。没有他，我的人生就不成立。整个红城都是我的少帅府。沈清夏小姐，聂真发誓，此生再不抛下彼此，两人对此均无异议。这就是我的逢场作戏。夫人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只要你乖一点，我就可以给你自由。你有什么目的？你不也有自己的目的吗？我要你帮我除掉一个人，洗一切干净，查出害你的人。我并不是沈家大小姐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丫鬟。我开始对你感兴趣了。这件事情背后一定另有缘由，不顾一切，但是仍然明智。没有他，我的人生就不成立。整个红城都是我的少帅府。沈清夏小姐，聂真发誓，此生再不抛下彼此，两人对此均无异议。这就是我的逢场作戏。夫人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只要你乖一点，我就可以给你自由。你有什么目的？你不也有自己的目的吗？我要你帮我除掉一个人，洗一切干净，查出害你的人。我并不是沈家大小姐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丫